南方的拳手，来自泰国 Very One Thai Boxing 的 Ahn Chung Mun Noi。来自泰国拳手眼呢，213战，168胜，45负，是一个非常之有经验的拳手。2011年佢获得 IPCC Intercontinental Belt Champion， 2017-2018年亦都获得 WMO Asia Champion。擂台上面超过200场嘅经验，俾啲掌声我哋嚟自泰国嘅拳王。同佢迎戰嘅將會係紅方嚟自 MoFight Team 嘅中國香港绰号 Mikey 嘅廖宪忠啊！我哋主场代表42战33胜，八负一和7次嘅 KO。2013年佢获得 IFMA 世界赛嘅铜牌，2019年获得 WBC 香港区金腰带，同埋总香港冠军赛的拳王宝座。今天一场的男子60斤公斤的级别的赛事，裁判包括有梁铁超师傅、庄瑞彪师傅和韩卓坚师傅。开始，Come on.
係咪好精彩啊？大家俾多啲掌聲啊！喂！第二回合我哋。時間上演第三回合 Round Three， 第三回合開始。Thank you.
请掌声双方拳手嚟，系咪好好精彩啊？以下有请我哋嘅裁判方勇往直前。呢一种精神咧，绝对值得嘉许，绝对值得我哋好。南方胜，恭喜晒南方嚟自泰国 Very Moon Thai Boxing 嘅 Anna。有请林楚文师傅咧到台上为我哋颁奖，俾掌声欢迎林楚文师傅。上阵大到虽败游泳的 Mikey。